哈利路亚，再次向我们线上各位聆听这场分享的好朋友们，也是参与这一场敬拜的安息日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大家问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在健康面临威胁的时候，有福的人当想的两件事。最近这场瘟疫成了大家每日不得不面对的话题，也是一个问题。在这环境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我们当中是不是有宗教信仰，都一样不知道瘟疫是不是在我们身边，它到底在何处？也可以说，我们的健康生命，在这环境当中每一个人的，都面临了同样的威胁。身处其中，有人忧虑，有人恐惧，有人无奈，甚至有人焦躁而且愤怒，更有人因为生活经济深受打击而深陷愁苦，也有人因为自己与家人已经染疫，直接要承受生死的挑战。面对这样的生活环境，我们信耶稣的人，也是人家所称的基督徒，更是圣经当中所称的有福的人，是否有只能跟其他人一样充满了无奈、愤怒与焦虑呢？或许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力量可以马上来翻转这整个大环境，我们也无法百分之百确定我们身处之地是否是完全安全的。但个人以为，比起一般人来说，我们这些所称为有福的人，应当有一个更超越无奈跟忧虑的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呢？那就是要凭着圣经当中神所说过的话，来建立患难中的信心，来面对这不安、不定、无常的世界，进而得到基督所应许，也要赏赐我们每一个人的平安。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思考的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最佳的态度是什么。一个基督徒的最佳态度，我们可以再回想到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的第三节。小弟读这一节经文给大家听。罗马书12章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这里的重点是要照着神所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看得合乎中道是什么意思呢？是不左不右，不上不下，难道是华人所说的中庸之道吗？其实这看得合乎中道，它原来圣经的文字，也就是新约希腊文里面所写的，我们直接翻译起来是看进入到清醒，看进入到清醒。我们再把它用我们更白话一点的话来讲，简单来讲，也就是要看到某一种程度。什么样的程度？要看得明白，要看得清楚。所以照着意思来讲，这句经文说，我们要照着神所分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要看得明白，看得清楚，而不是我们所讲的所谓的中庸之道。那什么叫看得明白，看得清楚呢？其实神的道理是要让我们实行在生活当中。因此一个人是否真的明白他所领受所听到的道理，是否有正确的信心，其实并不在乎他平常讲了多少听起来似乎是有信心的话，乃是在他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言语、判断跟决定，是不是真的能够处处合乎神所吩咐的，也就是我们所认知的真理。在想到面对这一场瘟疫横行的状况，我们现在每个人在思考的是，是不是需要打疫苗呢？要打哪一种厂牌的疫苗呢？有症状或者有副作用出现，
应不应该就医呢？如果我身体有了某一种状况，我该不该吃药或接受某一种医疗行为？或者就像一般人所说的，如果真的大有信心的话，我只要只凭信心交托祷告就好。这些问题跟这些思虑，我们基督徒平时或多或少都会听到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身体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要尽一切来照顾与维持。基于这种想法跟说辞，于是对我们所接触到的食物与健康容易过度的重视。过度重视，什么叫过度重视？怕这怕那，敬这敬那。所以有时候跟这样的人在相处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一类人左一句运动饮食，右一句名医良药，我们却可发现很少听到这一类人会进一步去见证真理跟圣经。这样的说法很容易不知不觉将我们身为受造者的人类所要担负起的责任提升到无限上纲的地步。好似今天如果我个人的健康，我的身体出了某一种问题，或者我不小心染到了某一种疾病，以至于后来有了不是很好预后的效果，这个状况，这都是人自己要负起的责任。如果有了这种状况，身体不好或健康出问题，一定有他需要检讨的部分。于是我们很多人看到有一些人就当起了侦探柯南，一旦谁的身体出了状况，就替他或者替某个人一再的分析，啊，一定是他当初生活怎么样，一定是当初某种习惯没有改，一定一定一定，各种的分析，各种的推论，各种的检讨。那反过来呢，如果是另外一种状况，如果一个人能够长寿康健，更多的是要归功给个人守之有道的运动以及饮食方法。但是我们再进一步想，君不见有些在优渥环境当中百般呵护下出生的孩子，竟然也活不过周岁而早夭。君不见有一些一向乐观也相对注重运动和饮食的成年人，我们所说的乐观就是他是相对于无忧无虑，不会过度超凡的，而且他也注重运动跟饮食的成年人一样，突然身体不适，经过检查之后发现竟然已经病入膏肓。君不见一样是同一种病症，同一个阶段的两个病患，他们也接受了同样的治疗方法，采取了同样的生活方式与态度，也同样都非常的用心于同一种饮食跟种类，结果其中一个幸得十年以上的日子，平安健康的活着，另外一个却遗憾的挨不过一年的时光。这又是为什么呢？在线上的好朋友们，你们能想到为什么呢？于是我们可以尽可以用各种自己想出来的推论来解释，甚至归咎于这是 DNA 遗传所造成的。也可以继续坚持健康长寿都是因为某某某用的方法正确，甚至是幸得良医好药。但我们题目所说的有福的人，他就会想到圣经怎么说。我们可以来看旧约圣经约伯记21章22节到25节。旧约圣经约伯记21章22节到25节。有人至死身体强壮，尽得平静安逸，他的奶桶充满，他的骨髓滋润。有人至死心中痛苦，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阿们。刚才这个经文他处在某一个经卷里面，这个经卷里面描述的主角是数千年前神眼中跟神口中所描述的义人约伯。
这一节经卷里面论到了神的作为以及人间的真相。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句话就是主角约伯所陈述的。听在神的耳中，约伯这样的讲论远比他三个朋友那些听来好像充满了信心的话语还要正确。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一句话，其实他真正的意思在表达什么呢？表达一个人他在世间所遭遇的原因以及结果，其复杂的程度与属灵的奥秘，远远超过人所愿意接受的单纯因果论与观察归纳。约伯记在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所想那么简单的因跟果之间的关系，也不一定是大家所推论出来的，这里面还有神的安排跟属灵的奥秘。所以进一步描述了世界上所观察到的现象，有人作恶一辈子，他也没有特意注意健康，他可能抽烟抽了几十年，喝酒也喝了很久，他却怎么样呢？身体强壮，享尽安稳。但是也有人尽本分地行出一切自己心中眼中看为好的，尽了他所有的本分，非常的注重健康运动以及一切他所该注意的，却仍然一生面临百般的磨难。所以另外一种说法又出现了，说我们的生命身体都在乎神，神若愿意我们必平安无事，神若愿意我们必然永远健康，即使身染疾患，这也是神的操练跟旨意。这种说法似乎可以无视每个人身体状况的不同，好像在说如果有信心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喝，什么东西只要感谢之后都可以服用，如果用了医药得益于医疗或施打疫苗，这是对信心有损的。小弟也曾经听过有少数人有这样的说法，甚至说今天你如果没有完全靠着祷告去接受了医疗或者领受了医药，你或许得不到神所赐的全然福气，甚至像今天好像我们听到的神迹过少的状况归咎于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行为。但是我们再进一步想一想，如果要抛弃一切的医疗医药饮食跟注重的事情，这样才能称为有信心的话，我们不禁要想到圣经当中提到两个似乎是对信心有亏的人，是谁呢？一个叫做保罗，是2000年前神所拣选的使徒，另外一个是保罗所注重他在福音中的儿子，也是后来成为传道者的提摩太。我们为什么知道呢？我们可以来看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5章23节。提摩太前书5章23节，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阿们。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节是记载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一节经文。那这一节经文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年长的使徒保罗对晚辈年轻传道者提摩太的关爱。所以从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我们发觉这一个叫提摩太的年轻人啊，可能他的消化系统肠胃道不是那么的健康。我们再想想，如果照我们刚才之前所说的想法跟所谓信心的说法，那么这一节经文应该怎么写呢？保罗应该这么说，基督徒虽然身体这样哪里不舒服，但没有关系，靠着主感谢主，凡物就放心的给他吃喝下去。可是我们在看到圣经里面，使徒保罗是这么说的吗？他说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我们知道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一种所谓大有信心的话语，可是这样就叫做没信心吗？所以在圣经旧约圣经箴言的16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看旧约圣经箴言16章第4节。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
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我们大家可以注意到这里的四个字，叫做神所造的各适其用，各适其用这四个字。各适其用，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其实就是在说，即使同样身为人，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他的态度、他的学习能力、他的能力、他的身体都不一样。那既然是神的意思让我们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不一样呢？我们有些人是坚强的，有些人是软弱的，有些人是健康的，有些人是生病的，有些人是果决的，有些人是犹豫的。这些不一样，这些个人呈现出来的坚强跟软弱，以及他目前的状况，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彼此需要，彼此顾念，也让我们因着不同的需求，也不同的生活，来领受体会神所赐各种不同而且奇妙的恩典。个人觉得这是神特意的安排，而不是神让我们个人所为的。所以我们有福的人应当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为身体忧虑，并不违背圣经的教训。为身体忧虑，并不违背圣经的教训。那么基督徒，也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应不应该注重健康、饮食或者医药？到底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注重了健康、饮食跟医药，或者接受了医疗，这样算不算是很有信心的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的经文，2000年前耶稣基督说过的话，再进一步来思考。请一起来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2章的22节。路加福音12章22节到23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阿们。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耶稣基督曾经讲过的话，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我们大家再想一想，所以是不要为生命忧虑吗？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生命吗？再看清楚，不要忘记后面那三个字啊。正确的理解是，不是不要忧虑生命，而是不要为生命忧虑去吃什么。真正不要忧虑的是吃什么？那接下来那一句呢？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所以经文不是告诉我们不要为身体忧虑，而是不要为身体忧虑去穿什么。吃什么穿什么这种事，也是饮食跟衣裳，基督希望我们不要过于忧虑，不是说不要为生命也不要为身体考虑。所以耶稣基督并没有说身体跟生命不重要，只是在强调我们更应先想到的，在优先次序里面，那个忧的是要先想到什么呢？我们可以继续再看一节经文来思考。请一起来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到20节。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对于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身体是什么样的态度跟看法跟观点。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阿们。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两节经文里面有两次提到的所谓的身子，身子就是我们所谓的身体。所以圣经里面怎么看待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呢？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既然是圣灵的殿，请各位好朋友跟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想一想，圣灵的殿该不该注重？圣灵的殿可以轻忽忽略吗？第二个，又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利用这神所赐给我们的身体，也就是这里所称的身子，在这上面来荣耀神，就是要行出神所喜欢的，以及神所交付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领受这个身体与生命的最重要的目标。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另外两节经文，请来看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三节到四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阿们。所以这里也不是给我们一个观念说，哦，我们既然是追求在上面的事，是追求属灵的事，所以在地面上我们所领受这个身体既然会生病，既然会变化，既然会败坏，所以这个身体是不重要的。如果这么想啦，恐怕我们就落入2000年前的某一种特殊的异端里面，我们不在此多做介绍。反而经文里面大家看到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有它的重要性，而且圣经里面圣灵还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守着自己的身体。于是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思考，我们就知道，凡是轻贱、伤害、凌虐自己的身体或他人的身体，因为身体在圣经里面跟这些事情是有关联的，也是重要的，所以这些事情都不符合神的旨意。有一句古话曾经这么说，大家也都很清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再讲明白一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身体上面的每一样，包括头发、皮肤这种看似很容易损坏的东西，我们都是从父母所领受来的。我们肉体是由父母的结合而产生，但是即使如此，我们都不敢毁坏伤害，因为这是孝顺的开始。其实这个道理也是对的，也是在帮我们去理解圣经里面神所交代，身体不只是出于父母，更是来自于神的创造。所以一个人能够合理珍惜自己的身体，这其实是可以说是一种敬畏神的表现。合理珍惜自己的身体是一种敬畏神的表现。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之前所跟大家分享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这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要看进入到清醒，白话来说就是要照着神所分给我们个人的信心，要看得明白，要看得清楚。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进一步来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单只是注重运动、饮食以及他的生活方式，那跟一个完全不相信耶稣基督也没有读过圣经的人又有何分别呢？所以关于身体健康，圣经要我们看得合乎中道，就是看得更透彻、更明白。一个有福的人他还要想到什么？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3章的第9节。希伯来书13章第9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阿们。这些经文我相信在线上的好朋友跟弟兄姐妹们应该能直接的领受得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人的心靠恩，什么是恩呢？就是从神来的各种行为以及神所赐给我们的。常常去思考这些事情，让我们对神的认识更清楚，对神的信心更坚固，这是好的，而不是单靠我们所吃的食物以及我们所接触到的事物。后面还告诉我们，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有这么极端吗？我们可以接着来看另外一节经文，把它们放在一起思考，能够得到更完整清楚的概念。
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阿们。刚才小弟提出的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九节提到了饮食，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提到了操练身体，所以从上头来的智慧也是神圣灵给我们的启示。总的来说，就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有福的人，不要不注意饮食，但也不用开口闭口都谈饮食，吃什么是健康的，吃那个是不好的，应该这么用才对。我们可以去思考，可以去执行，但是不用开口闭口都提这些。因为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太过于注重饮食，那对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帮助的。那刚才所读的操练身体是什么意思呢？操练身体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运动啊。所以运动不好吗？经文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运动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请大家注意，有没有益处？有。这里告诉我们运动是有益处的，但是这个益处比起另外一件事来讲还算少的。什么事呢？就是敬虔信神的事，益处还算少的。因为唯独敬虔就是认识神，也能够领受从神里面来的平安，这才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是神答应我们的福气，神答应我们的平安。所以运动是好的，但好处有限，因为只有神能够真正决定一个人的健康与存活，这就是我们有福的人第一个要放在心中的。所以基督徒可以注重身体，但更要重视的是神的旨意，体会神的恩典，对自己是如此，看待他人也需要这样。我们继续来思考有福的人当知道的第二件事。刚才提到的是第一件事，接下来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维护身体健康当尽本分，但也当福音生命之主的安排。线上的好朋友，这里所讲的生命之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最开始最开始世界创立之初，创造我们人类，赐给我们身体，也赏赐我们灵魂的独一真神。这一位真神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了世界，这一个来到世界上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称的生命之主。所以维护身体健康我们当尽本分，但也应当福音生命之主的安排。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清楚，凡与健康相关这些所有不违背圣经道理的事，包括该吃什么，不该用什么，该做什么，不当行什么，只要不违背圣经道理，个人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你觉得合理，你觉得心安理得有平安，就可以做。比如饮食、运动、医疗、药物，我们都可以领受，也应当感谢神使我们还可以领受。所以该不该吃药？还有药可以吃，要感谢神啊。就好像前一阵子，该不该打疫苗？我们连想都不用想，因为可能连疫苗都拿不到。今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有医院可以去，还有医生可以找，还有药可以用，姑且不论它有没有效，副作用多少，我们就该为此感谢神。更进一步来说，如果这个药还吃了有效，副作用相对少，能够帮助我们的生活跟健康，更应该先感谢的是神。我们不是说不用感谢这些辛苦的医疗人员，当然我们谢谢他，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跟他们接触，也得益于他们，乃是天上真神耶稣基督的安排。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让我们还可以领受，甚至领受了之后对我们还有所帮助。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也无需过度放太多的心思在其中，更不用因为得不着而焦虑，做不到而苦恼，或不知其好坏如何选择而陷入一种
疑惑的境地当中，这就变成了所谓的过度忧虑。比如最近关于打疫苗的事情，应该打哪一种疫苗，哪一种疫苗的选择是好的，或者该不该去打等等的这些事，对某些人来讲形成了很大的忧虑跟疑惑。一个有福的人应当更想起主耶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请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阿们。请大家再思考这一句话，主耶稣说，我们当中的哪一个人能用我们的思虑、我们的烦恼、我们的考虑、我们的决定，让我们的寿命再多加一刻呢？一刻是极短的时间，可能以我们现在的认知大概就是十几分钟，连这样子我们恐难都办到，没有人知道自己可以活到哪一天、哪一小时、哪一分钟。我们继续再来看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看看跟想想我们最近因为这一场瘟疫疫情而发生的诸般事件，我们似乎好像要跟着担心我们是否会染疫，又烦恼起我们是不是该施打疫苗，何时才能打得到呢？又该打哪一种？但是否要考虑的相当周详，或者好像要很有信心的，我们就不要去理会这件事情，好像随意不选择才是好的。一个有福的人还要再想到一句经文，我们来看旧约圣经传道书第七章，旧约圣经传道书七章的十七节，十七节，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阿们。什么叫做行恶过分？什么又可称为为人愚昧？什么又叫做不到期而死？其实我们再进一步用我们可以思考的方式来想，有很多我们所谓该注意的事情，该注意而不去注意。举例，假设我们去检查过后发现我们的血脂是高的，这是血中的脂肪，脂肪酸，结果我们还故意去吃一些高饱和油脂的食物，这就是该注意而不注意。诶，不是凭着信心说感谢主就可以吃下去吗？甚至有人反讽地说，哎呀，好像猪脚就是固血管的、通血管的。这只不过都是玩笑话，明明知道自己的血脂已经很高了，还故意去吃一些高饱和油脂的食物，大量的吃，这不是信心。明明知道自己血中的糖分已经出现问题了，糖化血色素已经有一些征兆了，甚至已经有糖尿病了，还故意去每天喝好几杯大杯的含糖饮料，明明已经知道自己血压偏高，还喜欢熬夜乱发脾气。我们不用再举例下去，各位线上的朋友应当都可以举出自己身边很多的例子，这些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信心与交托。明明就有状况该注意而不注意，还把它明知为信心，明知为交托，恐怕成了刚才我们所读经文里面所说的为人愚昧。若不到神所定的日期就离了事，那又能怪谁呢？所以不到期而死，就是还不到神所定下的期限就离世，就死亡，那到底能怪谁呢？进一步来说，又恐怕连潇洒离世都无法做到，还要徒留自己的病体在世间来拖累其他人。但在自己该注意的事情之外，恐怕也有更多我们无法完全顾到也注意不到的事。我们如果又因此而常常愁烦不安，比如说是不是该施打疫苗，我们没有说该打跟不该打，
该施打哪一种厂牌的疫苗，或者该采取哪一种医疗行为或保护健康的行为，其实只要不违背圣经，个人再说一次，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因为思虑这种事而陷入疑惑当中，而常常愁烦不安，甚至心情不佳，甚至到最后有些人难以入眠了，那又太超过了。这又是思虑过度，反而使自己原本有的平安被夺走，这又岂能说是有福的人呢？又岂能说耶稣所应许那不是世上的平安你曾经得到过呢？所以最后我们来思考一个结论，不该吃的却还去吃，不该做的却还去做，该做的而不敢做，于是擅自借着奉神的名冠冕堂皇的披上了一层所谓信心与交托的外衣。这么做似乎堵了人的嘴，也赢到了某些人的肯定，肯定你是一个敬虔人，肯定你是一个信心大的人。但是仔细想一想，照着圣经所说，该不该吃，该不该做，这其实都是我们的本分啊。我们若不尽本分，其实就会沦为圣经所说的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我们来看，请看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14节。雅各书一章14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阿们。这一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之所以被试探，被试探不是一件好事，你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要承担错误决定的后果。被试探是怎么产生的呢？圣经告诉我们，都是被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私欲所牵引，所诱惑，以至于渐渐发生的。因为这个私欲，就会形成我们平常所说的想不想要，能不能吃，该不该打，或者可不可以接受医疗跟医药。因为这个私欲，所以明明可以做的，我们把它说成不能做，明明应该做的，我们把它说那是对信心有损的，却不知道这凡事都是有主的旨意，都有主的安排，也该归荣耀给主，都是神所赐的恩典。所以如果到了这种地步，我们不能把它称为信心，因为有时这么做等于是试探神，又使我们被试探。其实耶稣他也曾经讲过，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1章25节。约翰福音11章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各位线上的好朋友，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要表达最主要的主题就是这一句话，请我们大家再思考一次，生命也在我，生命在乎神，生命在耶稣基督他的手中。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肉体会有归土的一天，但是有一天他会复活，他的灵命是永远不死的，这个决定权，这个取决权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四个字，生命在主，我们需要的只是尽本分，其他的这位生命之主自有他的安排与恩典。当我们心中有了这个想法，非常坚固而强大的这个想法，我们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思虑不到的地方就交给神就好了。那我们的心中怎么会没有平安呢？所以关着平安就是神所说的，不是世上世人所给的平安。我们再来思考一句经文，请看马可福音16章17节到18节。马可福音16章17-18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阿们。这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的应许，他所答应我们的事情。其实他真正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个有福的人，一个信神的人，如果已经尽了我们该尽的本分，其他的就不要忧虑了，不要疑惑了，不要惶惶不安了。如果我们已经尽了本分，还不小心拿到蛇、踏到蛇，还不小心饮用了那些有毒的，因为刚才的四个字，生命在主，所以我们也必安平安度过，得蒙保守的意思。神难道不会保守我们吗？但是前提是我们也没有照本分尽我们该做，而把其他我们注意不到，也不是我们所能够决定的，都视之为神的安排。所以有福的人，我们不只当想到前面所讲的两件事，最后还应该想到的一件事，也就是圣经的启示，要把这六个字放在我们的心中，就是信靠、交托跟平安。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请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27节。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阿们。耶稣他说，他要留平安给我们，他要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而耶稣基督所赐的这个平安，不像世界上的人他们所提供给我们的平安那样。最后他告诉我们，在嘱咐我们，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害怕。亲爱的朋友，你害怕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了当前你所遇到的这些事情而忧愁吗？我们相信有些人会有的。但是我们既然明白了主的话，也领受了主的应许，在当下这个环境当中，在目前的这个时刻，在大多数人都忧愁、抱怨、愤怒、害怕，甚至疑虑的时候，一个有福的人更应该心中安定。我们要有喜乐，要知所感谢，要知道我们是有倚靠的，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在乎独一的神耶稣基督，平安也是由他而来。所以只管尽我们的本分，尽前的过日子，该吃该喝该用该衣该面对，其他的我们知道有那一位慈爱、怜悯、慷慨、热心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在看顾我们，恩惠平安就会常与我们同在。以上是上午的分享，我们现在一同来吟赞美诗，请唱赞美诗164首。